世界黑白颠倒，末日降临预兆，谁来守护光明？指天皇地老，忽悠一位少年，映入众生眼帘，一路无畏向前，旗冠长虹指点。他的使命生来就与众不同，他灵魂燃烧如火焰熊熊，铸就了无与伦比的坚定。 Yeah yeah alright， 他雄起暴风雨之后现彩虹，在黑暗中等待黎明，神选之子终决定风中。日夜在流年里变幻，清晨在掌纹中旋转，Yeah.